继续要来看是向教育部争取到一亿补助，总面积7.5公顷的嘉义市南兴国中第二校区探索体验学校第一期的建设工程完工，21号举行着个拜仪式，由原学士的法师传领着众人做伙实行校园来祈福。说来由嘉义市长闵惠和来宾共同来结拜，共同来见证嘉义市学习的新天地。南兴国中第二校区探索体验学校三进甲拜典礼，21号上午正式展开。典礼一开始由原学士法师带领众人，西校园一连进行三进仪式。再来由市长吴美惠甲教授参加来宾共同甲拜。市长吴美惠表示，这是第一间由地方政府开设的探索体验学校，也是分家地区第一间。完工之后，就会使提供学子开发潜能，勇敢接受挑战的训练，培养一世人的品格、信念和能力。我们嘉义市要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借由教育来占有一席之地。我想，未来具有教育性的、挑战性的、探索性的、启发性的、创新学习教育的环境当中，我们要跳脱所有教育的框架。我们利用平面的，利用高低空探索设施来带领、来引导所有孩子有一个更开放性的思考。教育处表示，嘉义市南兴国中第二校区探索体验学校位于嘉岗街甲立新街交界处，头前接嘉义市消防局，后边接南坛国小，面积有7.5公顷，有建筑、探索体验、营地设施、自然生态教学园区等。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的建设，针对后续二期、三期的工程进度，教育处表示已经得到财政部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案件征地作业费用补助，将执行案件可行性评估以及后续营运委托规划，完备整体校园的设施。新闻节目，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